我只希望我的后半生从现在就开始。师姐，整体来说节目播出之后找过来的案子明显增多了，经过我们三个的评估，这些是觉得比较优秀的案子，你看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意见。啊啊，你们什么意见啊？哦，师姐，我觉得四季咖啡厅那个案子不错，你看能不能，我有没有机会？行啊。云深，这什么情况啊？像那么高兴，跟大家分享一下啊？对呀、啊，说出来我们听听。这不是就团建了吗？大家开心，我也开心。对对，他开心啊，是啊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那个具体的执行那就交给韩姐，行吗？可以。伊森配合韩姐啊。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啊。韩姐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行，那既然大家没问题，我就再补充几句啊。因为这次活动办得非常好，所以呢，我们看我这表好不好看？那我们现在就散会吧。哎，好的，主任。谢谢主任，谢谢主任。好。哎，我说你怎么这么忙呢？你都在忙什么呀？约会啊。嗯。上次的女孩是你看过东西啊？哎呀，都说喜欢不是挂在嘴上的，是穿在身上的啊。不错啊，你爷爷当年就招待我啊，这个女孩啊一定要能生啊，身体要好。你父亲也跟我说了，一定要让我替你把把关啊。啊，哎，我得替你把关，你得把人带回来啊！这都看着我干什么呀？那个团建活动的时候，大家都记得参加啊！啊，可以带上你们另一半。可以可以，先放。北欧风格啊。觉得咖啡厅水系怎么样？放一些啊，那个大家可以根据各自接到的项目，然后开始做初步的方案思路了啊。咖啡厅你可以参考一下之前做过的成功案例，北欧风也一样。嗯，好，师姐。
哎，明石哥，啊，把你最近打卡咖啡厅照片发过去。行，我一会儿发给你。好，我想做下参考。上个厕所。哎，我前两天看到那椅子。我相信我能做。你就配合我们就好了，下次总有机会给你的。那么多案子，是吧？对，你就好好努力。你看师姐今天心情好，没准学习就好了。下次师姐会给你。对，就是像这种机会，师姐肯定给你，是吧？是。师姐，师姐，师姐，哎，工作狂这是翘班了。师姐是老板，这对师姐来说只能叫提前下班。别看了，工作，工作，工作，别看了。我的咖啡厅，好好研究一下吧。刹车，头会有晕，是有点晕，但是跟刹车没关系。哇，旅行啊，特别喜欢，看不同的风景，见不同的人，但工作太忙也没时间去。以后我们一起去吧。好啊。你是不是开过了？这上高速了。你第一个问题不应该先问我们看什么电影吗？看什么重要吗？重要的是跟谁看。看完之后你有什么计划吗？一起吃个晚饭。然后呢？然后没计划。你听我的。好啊。汽车影院，之前来过吗？没有。你是我睡前最后一个想说话的人。今天晚上我来这儿，不是因为寂寞，也不是因为别的。但我决定跟你共度余生。我只希望我的后半生，从现在就开始。